我们今天这个新的课程啊，就是修身养德正能量这个修身啊，我们大家都可能听到这个词以后就明白，这个身啊为什么需要修？修身呢，养德呢，我们一听这个词呢，实际啊就是儒家的这个核心思想。我们这个身啊，要修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今人缺理。这个理啊，缺的比较离谱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呀，号称四大文明古国之一。可是呢，现在的中国人，在全世界，备受别的国家尊敬和欢迎的，可以这么说，太少了。你花钱，人家都不待见你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修身养德呢？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教授啊，或者一些国学的东西，对理呀、对德啊、修身的理解，可能都比较深一些。因为我要给大家讲的呢，都是比较浅的。因为我觉得啊，米饭、馒头、面条。人人啊都不可缺少，口味虽说不同啊，适合大众。在家按我这个水平来讲，也讲不高，自己想来想去呢，讲一些普世化的东西，更能让我们大家去明白。就像昨天，在我家里来了一位朋友，是新疆的，在公安系统。我和他聊天的时间呢，他也提了我很多非常多的尖锐的问题，因为公安系统的人嘛，他有一个通病，调查呀、了解呀，包括他在新疆的一些状况，他来到北京以后呢，他看到了北京传统文化，包括24孝，在很多地方，特别的多。这都是我们大家应该清楚、应该要明白的他昨天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国学，作为我是个90后，在公安系统，国学这个传统文化，对我这个90后来说，又有什么样的帮助？”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在公安系统工作，对我这个工作。又有什么样的帮助？就像昨天我收尾的时间给大家讲过，人要有人格魅力，人格魅力啊，从舍得开始，给予开始，还有赞美，我就给他为了和他缓和这个气氛啊，我就给他讲了，我说据我朋友也在公安系统上班。对我提到，公安系统的人员每年的伤亡率，现在呢比军队的伤亡率要高。我说我对公安系统的人呢是非常的尊敬。你看这也是一种赞美嘛。你这一说以后，他首先听完以后特别的舒服嘛。我经常在讲，这也是一种礼。就是我们人啊，现在比较吝啬，吝啬到什么程度呢？一个微笑舍不得给人家，冲人来个微笑啊，要不是因为人家有权，要不就是他有钱，笑都不会给你白笑的，一定是有利益，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的心态。扭曲到极处，这个理上呢是非常的缺失。这个理呢，不光是在外面的理缺失，实际真正的这个理呀，是内在缺失更严重。对父母的理，夫妻之间的理，
兄弟姊妹之间的理，包括老板员工之间的理。我们今天学习圣贤教诲，学习传统文化，不是为了复古，不是让你天天穿一个长袍子满大街跑，不是让女的一天也像过去那些女士头上扎这个金簪银簪，不是，而是古为今用，把古人优秀的东西生活化、现代化、普世化，落实在我们的家庭工作中，让我们呀又有今人现代的气息，更有古人的韵味儿。哎，这样你说话做事啊，才真正的有味道啊。我们可以看古文，你看一千遍一千遍的意思都不一样，可是今人写的书你看一遍都没感觉了。你再把现在的电影，流行电影，你看一遍，第二遍你都不想去看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古时候的四大名著呢，我记得我小时候都知道西游记，老版西游记，哎呀，那真是看了无数次啊，到现在你让我坐那看我还比较喜欢啊，包括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，我们就知道古人的东西里面呀、有形、有理、有智、有慧。今人的东西呢，就是一个视觉啊，什么3D、4D， 最多的好像是 7D 啊，我也去看过，人家说出来的特别好，我也比较赶时髦。戴一个人家那个眼镜感受一下这 7D 是什么感觉啊？我去看完以后就是个视觉，实际真是个视觉问题。看完以后呢，你要回想一下它里面的深刻的意思和道理，好像没有，就是哄了个眼睛，你让我说就是骗了个眼睛。可是古人的东西呀、是拴住了我们的心，开解了我们的思想，它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修身养德呢？因为这一章呢，我给大家讲过啊，秦龙葵的微博语录它的形成比较特殊。为什么特殊呢？不是我想出书，我是有位朋友啊，跟我关系不错，每周六日啊，只要他有时间呀、都会来我家里跟我聊天。谁知道聊天的过程中，几年下来啊，他比较有心，他发现我啊，虽说没文化，有时候说出来的话呀、特别有哲理，他就拿他手机呀、给录下来的。录完以后呢，他把他每一句归类组成了一本秦龙葵微博语录。我说为什么叫微博语录啊？他说现在微博比较流行，因为当时没有微信啊，微博比较流行呢，我还不知道微博呢。他说呀，微博比较流行，这样的话呢，更能吸引年轻人看你的东西，是他编辑归纳出来的。最后完了以后呢，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我要给你出一本书。我说我有什么书啊？你那儿还有啊？他说都是咱们呀，零零碎碎，周六周日聊天的时间我给你记录的。我说我没有看见你拿笔记呀。他现在手机都有录音功能，我最后说下一次哈，我不能和你再聊天了。他为什么呀？我说这还不错啊，跟你说话都比较有水准的，要说些没水准的话被你录去不成把柄了。觉得自己比较惊讶，实际这个微博语录啊，这个书的形成是这样，他最后归纳以后形成的文字，有的载录了，有的编辑了。他说呀，虽说如此，可全是你的原文啊，我只是修饰了一下，能不动的地方都不动。我最后拿到这本书的时间，最后出版完，我突然发觉，哎呀，我这人蛮有智慧的，哎呀，自己大赞了半天啊。所以有时候啊，真的是，哎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，真的是这样。那这一章的修身养德呢，可能和我们过去啊看到的古书上的有所不同，都是我的一些生活感悟。
那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一块呢？原因是我们现在新马泰中国人比较喜欢去，可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卫生间都有中文啊。首先看到的例子就是，哎，请冲厕所啊，甚至人家泰国王宫边上也会贴着汉文，请不要乱刻乱画。我们有时候看到中文，在尤其在国外，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，尤其我去到欧洲的时间，看到中文特别亲切啊，因为什么呀，原来有中文的地方我能认识它呀。那别的地方那真的是你就拿个百度翻译啊，这还要有信号，要不然呢还要会非常的费流量，你翻那个标不标准还不清楚呢，你这说一遍问一遍，人家在那比划半天，简直跟哑巴对哑巴一样啊。这个我们在国外去也经历过，觉得比较痛苦，反而最后呢认识一个比较好的朋友，就在讲说呀，有中文的地方你别去呀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亲切呀。哎呀，说那个地方啊是欧洲地区最混乱的地方，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地方。我们听完以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说中国人？他真是这样。我说那不行，我去看一看。谁知道去看完以后，还就是那个区域脏乱差，卫生呢和别的地区的卫生都不一样，垃圾都比较多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他看见中国人不是看到祖国的人来旅游，他觉得欣慰，他觉得哟，我看到中国人了，正好利用中国人的身份把你骗一骗，真是这样。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。在这个事情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体育事业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，单打独斗的都是特别优秀啊，你看举重啊，是不是游泳啊，我们都能拿金牌，可是团体运动我们一直非常失败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中国人他有个非常明显的例子，因为这一二百多年来，我们把自己原有的文化所谓的礼全部扔了，我们把国外的西方文明又没有学到位，导致我们自私的念头越来越重了，包容性啊，团队精神的念头越来越轻了。这个是一个非常，就像昨天那个新疆那个公安就跟我说呢，哎呀，说这个他在那边如何去推广这个国学呀、啊？我说你可以发心啊，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变成少数民族的文字，让他也学习，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就是语言上欠缺这个沟通而已，他们听不懂嘛。这么好的东西你要真能发心，我说你都90后学历又这么高，哎，去做一些这类的工作不是效果非常好吗？实际沟通啊不畅，夫妻就会离婚，朋友啊就会结怨，哎，家庭啊就会分裂，就是这样。所有的事情啊一定是在一个沟通方式上面去啊。沟通有多少种？思想的沟通，要不我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思想的交往，只有思想交往啊才是永久恒长的。利益交往，利尽则亡；权力交往，权尽则亡；色情交往，色尽则亡。你永远要知道，人是万物之灵，灵的原因就是人有高端的思想和智慧，与任何一个人交流，包括与动物、植物交流。